作为老大哥跟你说一句话，你刚才喊得特别好，非常像我们沈阳早晨早点的时候出摊的时候喊的。喊什么？这个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看怎么样？好，说最后造型的时候啊，如果你能够背对着大家说，哎呦那更好，要不你来一个怎么样？对，来再好的。你就记住，从现在开始起表演任何节目头都冲那边。行了，导演导演真的很不容易，整个从唱段到唱腔到包括整个一个过程真的非常精彩，再次鼓励他们一下好不好？鼓励，真的是好演员。好，现场他的这个整个的展示征服了我们不知道征服没征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好的，这里是短信平台，已经征服了，最起码征服我和妹妹了，是不是？你就程岩的小造型，你再从那个李承铉一喊，哎呦我的天哪！我发现了，就是不管你们的程岩欧巴做什么，你们都会叫，是吧？李承铉帅不帅？你说你就在我身边，你给我喊呀，我耳朵都震得慌。再说呀，你喊呢，我嗓子都疼了，哎呦我的天！哎，你喊啊，再喊一会儿没劲儿了。好了，大家都稍微冷静一下啊！接下来还有3分7秒要送给你们的，赶快来！没错，又到你们玩了，来，用秘密的小幸运的小手给大家带来幸运，好不好？来点掌声给秘密，好不好？好，谢谢。那么第一位已经产生了，它是二层的。二层，哎呦！二层一排四号在哪儿啊？二层一排四号，恭喜了！有点远啊，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两位，另外两位是一层三排13号，一层三排13号，一层。1排9号，一层1排9号，大家看看你的背后号码是不是你的？还有，每个人会获得曼萨特库爷为你们准备的精美的礼物。没错，说到这里呢，刚才我们嘉宾表现那么精彩，是不是应该来看一下场外的支持率啊？必须，赶快来看一下大屏幕吧。好，那么现在支持李承铉和宋佳的有4320票，支持那位和江洪波的有4423票，也是暂时恭喜一下和那位和这个张红波啊，暂时的。接下来呢，还是赶快来抽取两位幸运的观众。两位，好，3、2、1，听，恭喜尾号为3136-2241的两位幸运观众，你们将获得由曼萨特工业为您送出的26寸液晶电视，每人一台，长脸和秘密在这，恭喜啦！好了，短信平台就是这样，交给浪子和，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恭喜我们的江洪波和那位，恭喜李总。虽然体重不占优势，但是也没有能够挡住上升的势头啊。对，但是呢，这个上升呢，可能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没有领先太多的票。没关系，我跟程炫之前我们就沟通得特别好。啊、来，你给一下话筒。我说我跟程炫之前我们就沟通得特别好。怎么？我们今天来就是让大家高兴的。嗯，对，我们就是为了高兴。没错。对，成绩不是第一位。是吧？看来那个已经都说好了。